小王，徐叔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不知道，我一天没出门。吸烟的时候，据点里那个朝仓，杀了小九的黄狗，和震动的老赵。幸亏你没去，不然祸更大。那然后呢？徐叔干什么了？你徐叔扇了朝仓三个耳光，东野队长让他明天去据点挨三枪。 都是我的血汗钱啊！明天挨家挨户去收账。嗯，好，把钱都给我收回来。肖军，过来。然后我一会儿我就再去据点了。哎呦！哎，月月，哦。 你说据点这会儿关门了，你怕我去了挨枪子儿？哎呀，你还挺明白。没事儿，我跟东野是朋友，我今天打人了，我把小日本子给打了，他们就是让我过去跟他们说一下，我得给他们面子呀。他们就让我去到县城啊，中队跟他们说清楚，如果说不清楚呢，就得去省城，省城说不清楚，弄不好。 就得去小鬼子，就是他们那个地方，说是一个什么岛上，我担心呢，小九，怎么说这儿来了？说钱的事儿，说钱的事儿，这个欠条上的钱，酒馆里的酒，我都有数，啊，我回来跟你对账，多是不大可能了，少也不可以，啊，哎，小九啊。 徐叔对你怎么样？那对不起徐叔的事儿能做吗？不能，坚决不能做。不能做也不许做。啊！不能。你留在这儿就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儿，看好酒馆，照顾好你妈，等我回来。去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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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去吧，记着收账啊。嗯。 就入洞房了，你的心情我特理解。我挨过，本来我以为挨个几年就差不多了，这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敖人呢？敖人，去哪儿啊？哦，那个想跟师妹说几句话。 叔，其实吧，我真是挺敬重你的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我爹瘫了，你也没少帮我们家忙。应该的。
不过你也不止纯棒吧，主要还是惦记我小妈。我对天法师没那想法，我一样照顾你们父子。什么呀？你非亲非故的，凭啥？我心好，叔你能别恨我这样行吗？汉芳，你徐叔都是一个快死的人了，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别跟你爹似的。啊，对，我爹脾气火爆，我随我爹。对，练炮锤练的吗？ 说我是真不该让你进去。韩风啊，淑真等不及了，真有正事儿。话说回来，反正你要挨枪子，你干脆把那个凿子给弄死得了。弄死赵仓，我就得把东野还有花田一块弄死。据点知道了，把大门一关，机枪往城墙上一架，电话打到县城。两天以后，日本人来了，把项目镇当平了。现在挺好。 我一个人把货全担了，就完了。跟你说老实话，日本人要不是在我闺女婚礼上闹事儿，我这三巴掌打不出去呀。哦，咱们不去据点？我想不去，那不行啊，后果一个人扛了。反正我的项目镇有没有我都一样，我死了。 大家门头过日子，灿烂我不担心，里边有郑家保着，外边有你这个哥哥护着，酒馆我交给小九了，抽空你常去看看，他毕竟是个哑巴啊。那你真的就和我小妈说说话？真就说说话。 这傻子要去据点挨枪子啊！咱跑就不回来啊！你疯了？不跑才疯了呢！我是说要走你走，我怎么能走啊？你不走我走什么呀？不走你会后悔的。你赶快走吧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哎，来，师妹，你赶快走吧！你开门，老韩一会儿醒了，你快走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师妹，你不能这样。师妹，开门，师妹。 韩少爷，出来，人呢？在。耀辉，在呢。慢点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什么事儿，过来和你道一歉。昨天贺喜酒也没过了，今天特意给你送份喜礼。哎呀，用不着那么客气。哎，你这贺礼在哪儿啊？合适吗？别再闹了，昨天的事儿还不够大呀，我一会儿跟你徐叔啊，还得去据点。 老徐昨天跑了，跑了？去哪儿了？我咋知道呀？那肯定是有多远跑多远啊！他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一阵子的人的性命啊，我怎么向日本人交代啊？你还想和日本人交代呢？你跟他们有啥好交代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老郑，大不了就和他们干，往死了干，我就不信弄不死这几个小瘪崽子。能耐！你想闹事儿啊？得过了我这道关。去吧。 被抽一门的衣服。
你在哪儿呢？我知道你在门外边呢，赶紧给我开门。我在呢。告诉你，我数三下，你要是不开门，咱俩这婚算是白结了。你看着办吧，一、二、三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比这个很十倍的话你都说过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理解你。行了，咱们还没洞房呢，你赶紧把门打开。 咱俩赶紧洞房啊！哎呀，我们也是为你好。哎，待会儿咱爹就跟岳父去据点，等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，我马上就放你出来啊！你还知道我爹是你岳父啊？那你赶紧给我开门啊！我找你岳父去。你怎么来了？灿灿让你把门打开，你是没听见还是怎么的？聪哥，是你吗？哎哎哎哎，他帮我把门打开。灿灿，你爹没事儿，那个。 我现在把你放出来，我麻烦你说啊！闪开，别伤着你！哎哎，大哥，我可警告你，这是我家，不许你胡来！我知道这是你家，郑太太让我今天过来送贺礼的。郑太太？对呀，是我让她来的，怎么着不行吗？贺礼呢？这儿呢。灿灿。 闪开啊！别伤着你。哦，灿灿，我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灿灿，你让开，不能走。哎哎，灿灿，灿灿，快快快，你跳啊！灿灿，灿灿。哎，九儿，我爹呢？昨天晚上就去据点了。那你在这干嘛呢？我都懵了，哎，灿灿，快，你听我话说完。郑爽骗我，我爹昨天晚上就去据点了。真没骗你，你爹昨天晚上在我家呢。你得了，少蒙我啊！我没蒙你。哎，灿灿，哎，小九，看灿烂吗？去哪儿了？据点啊。行，买了，举我们队。 朝倉はどうだ？やつはまだ寝てます。足を連れてこい。はい。ここはどこだ？そんなことねえよ。隊長！たった3発で一日も気絶したのか？ 本当に見つだけですか？隊長、花田が言ってたのは朝倉が2発目を食らった時、すでに意識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バカ野郎、そんなことねえよ。バカ者が。今日は終点がお前に会いに拠点に来る。どうしてですか？隊長、やめ。やつを3発撃って、お前の雪辱を晴らすんだ。 彼をやっちゃいますか？もちろんだ。朝倉はまだ人殺したことがない。昨日殺したではないか。バカ野郎、殺したよ。隊長、また明日で十分な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。隊長、長官兵が潜ります。集合。 郑会长，有何贵干？我是为徐天的事来的。
我跟徐先生约好了，天黑之前，现在还早。但是我想跟队长商量一下昨天的事儿。亲家，你教徐天挨三颗子弹，其实是不对的。 为什么？女的士兵杀了一个人，一条狗，没有受到惩罚。可徐天却要……阿萨库拉已经受到惩罚，他挨了三个耳光，所以当时不回来了。就算相抵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徐天的命啊？两条命是相争的，挨耳光的是皇军的士兵。 那我这个维持会长，真的维持不下去了。你可以的。山木镇是武士之乡，你是武术最好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维持。我浪得虚名。如果郑先生是来说情的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徐先生的事情，他自己会来了解。 他不会来了，他走了。昨天晚上就跑了。真的？徐天他本来就是一个外乡人，香木镇不是他的本乡本土。他还有朋友和女儿在这里。他女儿嫁了郑家，已经姓郑了。他孤身一人，遭此大祸，岂有不跑之理呀？太守，町の者来てます。开幕。 要走的路，爹，爹，姑娘，我爹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昨晚有没有洞房啊，灿烂姑娘？哎哎哎哎哎，走开！啊，你放开他！ 放给我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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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马上就正好了。真回家？我不管徐天是跑哪儿，还是藏起来了。昨天的事情要解决，黄军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。他已经跑了，怎么兑现呢？下午2点，我告诉大家怎么兑现。麻烦你集合证明。 他留在这里。啊，韩风呢？你关到据点了？去韩家告诉一下，顺便问一下。 你叔和去向？你还哭啊？你要是不跑来，那韩风能被关进据点吗？兰花婶，兰花婶，啊，真走啊？ 这下完了，没人出头了。你徐叔活该就是给项目镇出头的。不是，我也不是这意思。啊，那个韩风被抓到据点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刚刚。这事千万别让韩博知道，他这不能说不能动的，到时候闷在心里能急死。那怎么办呀？哦，日本人说下午2点要到大码头开会，现在正挨家挨户通知呢。
到时候看看他们怎么说吧，总不能凭空再杀人了吧？这岳父走了，怎么也没跟灿烂说一声啊？他是想带我走的。什么事儿？那杨旭把他救伤了，可不是。 这干什么呢？咱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家里还有活呢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不是都让来吗？啊！这是什么大事？黄妹子，还是不好些了吧？还是那个样子。说什么？你是个跑男。那，你这是刚知道还是早知道？大家安静一下。乡亲们，大家都知道。 昨天我们家办喜事，赵家死了人，小九的黄狗也死了，徐家酒铺的徐老板打了日本人三个耳光。这事儿啊，说好也好，说不好也不好。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，又发生了两件事。一是徐老板走了，怎么走了？大家安静一下。 走了就是离开香木镇了。第二件事就是，炮锤韩德海的儿子上午被关到据点了，一会儿日本人要来，想说什么我不知道。我希望大家冷静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这么些年，香木镇不是还在吗？对不对？对，还在。 镇民们，今天上午，郑会长到据点里跟我讲道理。他的意思是，你们对我昨天的决定不服，大家还要在一起相处很长时间，服气很重要。现在是下午2点15分，郑会长跟我说。 徐天跑掉了，他打了周仓三个巴掌，A3枪已经很仁慈。皇军对大家这些年已经很客气，天皇士兵神圣不可侵犯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任何一个士兵在香木镇受伤，你们就要死一个人。 如果皇军的士兵死一个，我只好杀光大家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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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叫公平啊！哎，东爷，你是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呀？你这说什么呢？这个老板，别跑！石老板，别！石老板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东爷，你说你这怎么这么着急呀？这太阳这不还没下山呢吗？我也没说我不挨枪子啊，咱都定好的事，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又变成寒风去了呢？你回来就好。我去哪儿啊？我能去哪儿啊？谁说我要走啊？你看我女儿在这儿，我女婿也在这儿。 我买卖朋友不都在这儿？对，我亲戚也在这儿啊。这换了你，你也不会走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散了，没事，散。雨天啊，我在据点里等你。哎，对，在据点等我啊。散我！散。看看，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 散了，啊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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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
韩风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是他自己把新房的门凿开的。我没问你，我闺女呢。嗯，嗯，春爽，你爹呢？我看见他跟东野去据点了，是不是给您求情去了？都这个份上，求谁都没用了。韩风怎么回事啊？动手了？ 你带着他回家，我还有事儿。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你们先回正家，然后一会儿我就过去啊。真的吗？嗯，那还挺有假吗？郑爽。哦。嗯，走吧。听我啊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小静。嗯。 小娟，你的卦也不准啊！你不是说远走高飞吗？啊，骗我酒钱？雪老板，你别忘了，咱们还有第二卦，你把新房子渡出来。不过日子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去去去，就过日子去去去。 干什么？这十多年，老韩别的本事没长，耳朵越来越贼。他知道韩风在据点吗？那就别告诉他了。每天都是韩风伺候他上床的。今天还是韩风，我去了韩风就回来了。放心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压根也没走啊，我这脚像钉在码头一样，一动都动不了。 我就稀罕你这个样子。什么呀？没找煤老的，七上八下的样子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没有。还没有。我还不了解你，我最了解你。我走了啊。老爷。啊。徐老板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家灿烂呢，在新房啊。那要不，二舅妈。不不不不用，舅妈，找根绳子接着点。绳子？哎，你要绳子干嘛呀？哎，你快去，太阳都下山了。好，我去拿。哎，我再给你沏一杯。不用，我不在乎。嗯，差不多。 贤弟啊，我又去找了东野，看来这三枪啊，是免不了了。他们是没得商量，要不然能在咱们这儿赖着这么长时间不走吗？你进据点就是送死，不，你死了不要紧，那我怕咱们镇民闹事儿啊。不会吧？我人缘那么好吗？怎么不会？你女儿不会做事。 那我儿子就不做事啊，哑巴小姐要发起狠来，那舅妈她活不了。王豆腐跟老韩是生死弟兄，韩风要有个好歹，他一定不管不顾。那西施他受不了，西施要是受不了的话，那半夏肯定不会闲着。咱们这个镇呢，四五百口人，都是沾亲带故，都连着的。不用担心，我进去不就换韩风的吗？来了来了，绳子来了。 这个行。哎，爹，你来了，赶紧走吧。灿烂，啊，不急，爹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什么话不能在路上说呀？就得在这说。
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坐吧，闺女。什么事儿啊？到底怎么了？啊！爹，郑爽，光光坐过来。你要干嘛呀？按住他手。哦，用点力。干嘛呀？你到底要干嘛？闺女，对不住了。我手在里边，我告诉你，你帮我也没用，我就要跟你一起去。你手拿下来。算了，不哭啊！爹这还没死呢，你哭这多不吉利呀。你爹就是真的死了，你也不能哭一辈子吧？不行。哦，你听我说完啊。你已经嫁到夫家了，就是夫家的人了。爹有没有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行，你万一爹要真的回来，你这又哭又闹的，你多晦气啊！啊，爹心里其实挺没底的，你一哭一闹，我更没底。那我更得跟你一起去。不闹，在这待着就好。啊。哎，张。心疼，不闹了就不闹了，啊！好了，灿烂哥是你媳妇儿，你媳妇儿该谁操心呢？我。哎，那肯定不是我。灿烂多稀罕你呀，我也知道你更稀罕灿烂。如果我稀罕的女人一刀扎到我心窝上，他说想再往里捅一下，我都不用他动手，我自己咔就进去了，明白不？哦，明白。说什么呢？我听不见了，大点声！哎，你不需要听见。灿烂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你得顺着他。我都顺着他。你不管他蹦多高，你只要保证他活着，就是好的。爹，这点您放心，他蹦再高，掉下来也砸我身上。说得真好，能做到不？能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闺女，爹先去了啊。别这样啊！你把我放了，我跟你一起走。郑爽，看住他。哎，郑爽，你别让他走啊，把他拦住。你快过来，过来，把我解开。我昨天跟你说的话还都算数，我要是能活着回来就什么都不说了，如果我死了，酒馆帮我看好，多挣点钱啊。贤弟，风萧萧兮终有别，壮士。对，我让你来不是来送我的，你是让你在这桥上守一守。守什么？虽说我在香木镇可有可无的，好歹我在这生活了十几年，有个把朋友，万一忍不住了，我非得去拦住他们，告诉他们不值当，让他们回去啊！谁会去据点呢？我人缘那么差呀，全乡镇人都盼着我死啊！看，谁说没人来？这不来了吗？哎，你要不要说几句啊？不说了，都是车轱辘话。哎，那个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有盼头的，我要能活着回来，我师妹还疼我呢，知道吗？我走了。
妹子，徐天说了，谁都不能过这个桥。师哥的话，在会长这儿这么有用？我是香木镇的维持会长，维持一双平安是我有责任的。徐天是为民赴难，咱不能再为他去涉险啊。明明是全镇子的事情，他一个人挨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赵老四死在会长家，这件事情于公于私，也应该是会长出头。为什么是有师哥去？我师哥傻。其实徐天这次去据点，有一小半儿是为了要挽回韩师傅的儿子。不能死，我死了，乡镇四五百号人怎么办？别开枪！于老板很讲信用，我不想讲这信用，但是不行啊。不来你就乱杀人。那个韩风呢？在后面。放了吧。徐老板带着九九，不要着急啊。有我喝的吗？有，一块喝。一枪一弹。啊，三库拉，嘿，准备开枪。哎，等。咱不说好了喝完一坛酒再开枪吗？酒有没有毒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又没疯，我把你们毒死了，又派了一堆人把香木镇就突突了。死我一个就算了。一起，你走。唱过那春天的歌谣，歌谣，才知道冬日的严寒，严寒。经过那古树的煎熬，煎熬，才会有秋天的渴望，渴望。渴望去过那沙地的大道，大
的荣光，荣光，还我战友，还我血，还我那河山，还我家乡，还我家乡，把战鼓擂起来，让战旗飘起来，把大刀拿起来，把钢枪举起来，把战鼓擂起来，让战旗飘起来。枪举起来。